没弄听你扯淡，哥尼古拉小镇，知道这小区吗？核心地带花园洋房，一梯两户，南北通透。你是不是卖房子卖傻了？你哪只眼睛看得出来我是能买得起房的人？我这儿有套房，1200多万，这房主着急用钱，半价出手。这事儿我偷偷给截胡了，没往上面报，可人叫全款。 我们家那房呢，抵了200多万，还差个300多。你们家那房写的谁的名儿？想都别想，没戏。我爸走了这么多年，就留下这么套房子，我再给卖了。哎，不是卖，不是卖啊，抵押，抵押。在我这儿都一个意思，回头我妈要是醒过来，知道我打这房子的主意，非得抽我不可。 你妈都躺了那么多年了，还醒了过来了。哎，怎么会说这话？一套手赚600万，这么好的买卖，我为什么找你啊？我是体谅你啊，兄弟。照顾一个植物人这么多年，住院费、医药费、护工费。我妈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医药费国家给报一多半，护理的事情刘星帮我照应着。 那你也替人刘青考虑考虑啊！你连娶人过门的钱都没有。哎，我再说一次啊，我跟他没搞对象。那你们俩什么关系啊？好友，同窗，老邻居。那你放人照片上吧。你不就觉得自己穷逼一个，怕连累人刘青吗？ 你先把自个儿活明白了，再来我这儿当人生导师。亲爱的蓝领同行们，我们的营业时间即将结束，衷心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期待您的再次光临，再见。
刘姐好点了吗？好多了。臭流氓。又没钱了。不是3号刚发过工资吗？迟到了几次，扣了点。你能不能每天干点正事儿？我能。你先借给我点，护士长说了，再不把钱交了就要加床出走了。你忍心看着咱妈如果大妈？你别整天咱妈咱妈的，我又不是你老婆。我这还有6个月没输呢，你要是耍无赖，麻烦你换个时间。刘青护士在吗？在，我就是。我想上一只开塞露。行，麻烦你稍等。把裤脱了。你帮我脱呗。你到底还塞不塞啊？塞呀、啊，赶紧的。你赶紧的呗。你笑什么笑？你干什么呀？我耍你看不出来吗？看出来怎么着啊？这就是我工作。那就辞职别干了。不干了，你养着我。青青，护士。青青，人家还等着呢。来，轻点，轻点吧。护士长呢？办公室。你能不能离领证开司远点？隔三差五就捅娄子，就你这不长记性吗？你说你爸为了把你调进新院区，腿都快跑断了，你要因为这小流氓再调回老院区，你冤不冤呢？姐，你别这么说他，要不是他需要照顾他妈，他也不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他以前是我们院最聪明的小孩。你还帮他说话？哎，反正你别把这件事算在郑开思头上。人家如果需要赔偿的话，就从我工资里扣呗。人家老爷子今天这口气要是没缓过来呢，是你们俩赔点钱的事儿。人家马大夫从法国学习回来了，给你带了个包，你下了班上回自己取一下。你留着用吧。你这孩子。大老远从法国给你们带回来的，我留着用什么呀？回头你给人家发个微信，感谢一下。面就行，你快点啊！我刚在微波炉热过，要不一会儿凉了。
我现在发了工资再交你爸，就这点零花钱，先拿着。不用，我明天自己想办法。今天钢厂食堂发生了集体食物中毒，有好几个病患，情况特别危急，所以就把你妈先调出来了。但陈姐说，很快带回去。刘静。嗯。你要是遇到合适的人，就赶紧嫁了吧。我早就遇着了。但就是这个人不愿意娶我。是个头啊，你不是挺要强的吗？你现在已经住在楼道了，你还躺得住吗？就因为你去问问你的那些同事和朋友，你儿子现在变成什么样了？他现在穷得连你的住院费都……是我妈的名字，能抵押吗？期货，把房本给我。合同在楼里，都是英文合同，你看懂啊？放心吧，我都找律师给你看过了。小米，这事要是办砸了，我可跟你玩命。这事要是办砸了，轮不到你，我爸分分钟灭了我。
2个月之前，李军儿被公司开除了。他偷了我们财务的公章，骗了一个客户的首付款，然后就消失了。我们公司，喂，你找错地方了。你谁呀？你起来，到你左边的窗户去。My favorite song. What do you think? Oh, don't worry, Mr. Zhang. It's just a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system to make our conversation more efficient. Now,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I am Anderson, and the gentleman by your side is Ando. 3 days ago, you mortgaged your mother's house as collateral for friend Li Jun's 6 million yuan loan from our company. Of the 6 million yuan, 2.75 million is interest on the loan Li Jun borrowed from before. The remaining 3.25 million, about 2 hours and 45 minutes ago, Li Jun lost in a casino in Macau. 什么？I'll answer all your questions later. Just listen to me now.
The total value of your mother's house is $2,765,327 yuan. Now let's calculate the amount, if you will, pursuant to Article 3 of Chapter 5. Oh my God. According to your current salary standard, you would need to work 4 jobs and work for 30 years to pay off this debt. And this calculation assumes that you don't eat or drink. Of course, it also doesn't allow you to continue paying your mother's medical bills. Oka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you can ask now. 我要跟李俊通话。 No. 那我凭什么相信你们说的话呢？ Your friend has time to answer your call right now. Apparently, your friend can't pay the debt, so his debt will be yours. Is that right? You know, I have to say that you are so lucky. Makes me jealous. You are just in time for our annual sailing of the cruise ship Destiny. In 3 days, this ship will set out from Akamata City. Oh, shit! I can never say this fucking island's name in one breath. Arakakamaka Bono Island. Right, okay. It will depart from this island and sail into international waters. There'll be many people like you on board this ship. You will all play a game, and if you're lucky, your loan will be cleared. If you perform very well, you could even leave the ship with a lot of money. Of course, if you are eliminated from the game, you have to comply with our arrangements. 那游戏内容呢? You'll know when you get on the ship. You have exactly 1 minute to think about it. Get on the ship or struggle for 30 years. Good luck, Mr. Zhang. 老车到车，我妈那边给你放了一下。这是我妈的宾利本、银行卡，还有。你拿护照干什么呀？我不是说我要出差吗？你少骗我！就你们那破游艇，有什么业务需要出国出差啊？ 又惹什么麻烦了？要跑路？那天李军来，我看着他了。那黑衣服是干嘛的呀？黑社会啊？你笑什么笑啊？
给你的，你别嫌便宜。我妈就交给你了。要是一个礼拜我还没回来，就把棺材扒了吧。郑子，你能不能不走？你要是需要钱的话，我给你想办法去。一个礼拜，我要是回得来，我这辈子不离开你半步；我要是回不来呢，你也别墨迹，赶紧翻篇。我这人翻不了篇，你要是铁了心要走，那我也铁了心，就在这等着你，一直等到死。刘青，刘青，十六号床抢救！哎，来了，快点！你别走啊，你在这等着，咱俩的事还没说完呢，你别走啊。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你们只需要睡一觉，睡醒之后你们就会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这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麻醉剂，它会帮助你们睡得更加安稳。
Attention, everyone. Let me first provide you with some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pretation headsets. If you want someone to hear you, just add his number to your channel. Next, let's talk about the bag in your hand. It contains 12 cards inserted with the images of rock, scissors, or paper, 4 cards of each image. Your bag also contains 3 5-pointed stars, which you all need to wear on your arms.
The rules of the game are the same as you always play. Please, watch the demonstration. Check, check. Rock defeats scissors, scissors defeats paper, and paper defeats rock. You win. The loser will lose one star. At the end of each game, the referee will put the cards back into the recycling box. Of course, if both players choose the same card, the game is tied. And no one will lose a star. Now, above your heads will constantly be displayed the updated numbers of the three different cards remaining. The game will last 4 hours. Each player will have 12 cards and 3 stars. To win, you will have to play all 12 cards in the game and still possess at least 3 stars. At the end of 4 hours, you will be eliminated for following reasons. First, you possess less than 3 stars, you lose. Second, you have 3 stars but fail to play all the cards, you lose. Third, you possess less than 3 stars and still holding cards, you lose. Stars and cards can be transferred or traded voluntarily. So please remember the terms for final victory. By the end of the game, you possess at least 3 stars, but no remaining cards. Of course, if you lose your 3 stars early on, you will be regarded as an early elimination. The cards remaining from the eliminated players will be placed in the recycling box by the referee. И что случится с тем, кто будет исключен? You will find out for yourself if you are eliminated. And I can only kindly advise you that the result of elimination will be more miserable than you can possibly imagine. If you can't survive in the game, your loan will be cleared. During the game, we will also provide you with another loan opportunity. If necessary, you can apply right over there. But remember, you can only retain a loan once, which will also accrue interest by the minute. Gentlemen, here we have no classes, no countries, no morals, and societal limitations to bind you. You can all just listen to your animal instincts. And you do what you need to do. Okay, everyone. Welcome to Animal World. Let the games begin! Thank you.
这有很多人都不是新手，每个人来这儿都有自己的目的。我的目的就是来把代官清零，然后平安下船。这里水太深了，赶紧抽身才是王道。谁不想抽身？我把卡给你，我就可以抽身。你愿意吗？两个人出一样的牌算平手，记得吗 ？Of course, if both players choose the same card, nobody will lose a star. 其实按这个规则，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搭档，就有100%的把握下船。可惜，大部分人都是贪心的，这就是人性。把牌排成跟我一样的顺序，剪刀石头布分成四组。你要想好了就到撩花台等我，按照这个顺序出牌，12次平局，3分钟搞定。Number 22 is eliminated. Last beaten by number 50.裁判，他犯规了！裁判，他犯。刚才那个老外讲规则的时候说过不准作弊吗？放松点，心情在游戏结束后是可以买回来的，准备好钱就行。Number 31 is eliminated. Last beaten by number 20.
我就又骗了我们一个客户的首付去了澳门，结果还是血本无归。所以你就算计到我头上来了。我想我都输到这份上了，也该让我赢一次了吧。你爸现在住哪儿了？养老院。Number 11 is eliminated. Last beaten by number 57.我就来骗我怎么办呢？你又没牌，与其这么耗着，不如跟我们碰碰运气。我手里没牌，等游戏结束了，我可以花钱去买新。哎，后边的人都跟你一想法，都要买新，你确定你能买着？那这样，你让我看看你们手里面还有什么牌。信你没回。You stress. You lose.剩一颗心了，不想去挖煤。挖煤？输了你得去死。不行，我要回家啊！我一定要下船啊！我女儿，我女儿还在家里面等着我。给你们看，我女儿，我女儿，求你，求你，求你，
你上床了，你女儿谁带的？我妈。我妈有白内障，她眼睛都快瞎了，她连饭都没办法。你叫什么名字？孟国祥。你们叫我孟小胖也可以。凯瑟，你不是心软了吗？他可刚偷完咱们的牌，你不会相信他吧？哥，我真的不是有意要偷你们的牌的，我自己也被骗怕了。而且你们拿出市场剪刀一张布来找我，换谁都会觉得这里面有问题的。为什么？不合逻辑啊！一般都会让手上的牌剩得均匀一点，对吧？起码保证每种牌都有啊。你们把手上的牌全都剩得一模一样的，万一被别人看见了，不就成胡八字了吗？说的有道理。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你要说出来，跟你丫同归于尽。剪刀石头布各一张组合，可以分为四组。假设真的有人用所谓的惊恨思维出牌，那他前三招不管出牌的顺序如何，肯定会把剪刀石头布各打出去一张。如果接下来他出了剪刀和石头，并且想维持手里的牌是均衡的，那他下一张肯定打布啊。不一定吧，万一人家先出布，剪刀布，再出石头，剪刀石头，他手里边还是均衡的呀。哇，哥，你思维好另类哦。如果按你说的想法打下去，到最后三成时，他还是会少一种牌。对，我想不明白，你接着说。反正小时候数学考试，我都是抄你的。你们去找身上还剩九张牌的人，叮嘱他，只要他下面两把出的是石头和剪刀，赶紧告诉我。出牌的顺序无所谓，你们先去找人，我去贷款，看能不能买一颗星作为备用。50万 $500,000。One-star losers don't celebrate just yet. This one star will save you to hover for a little while. That's all. 等等，你不是说我们肯定会下地狱吗？敢不敢再比一局？哎，你放开！你别管。敢吗？
I have one condition. I want to play three rounds with you. Specifically, the three cards in your hand. No changing cards. Check. Second thoughts? Check. Check. Explanation of the rules not clear enough? I said your cards should be played out in the course of the game. This man, he tried to flush his cards down the toilet. Every card can be traced. Don't try to be smart. Though he still has three scars, unfortunately, he's also to be considered an early elimination. Has an hour and 15 minutes remaining. 33 participants have already completed the game, with 25 of them assigning the safety area on the second floor with three stars. There are a total of 70 people remaining on this floor, and each person has an average of 5.55 cards and 2.8 stars. Compared to participants from previous years, your performance has been pitiful.
remember, the only way to protect yourself is to quickly eliminate others. Good luck.全场人均不到三颗星了，可是如果你把钱留住买卡片的话，买哪种牌才能保证我们一定能活得下来啊？买石头。 消耗，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比例。假设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卡片还会以同样的速度消耗，那不会最先消耗为零。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手里拿的全部是石头，那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对呀，到时候别说赢四颗星，十颗石头。 一旦被人发现，就没人跟我们比了。去找几个有三颗星的人，让他们帮我们买石头，作为回报，给他们一笔钱，并且收掉他们身上所有的卡片。这样他们就可以去二楼安全区了。当他们离开以后，这一层就没人知道我们囤积了石头。雇人收卡片，这样做不会违反游戏规则吧？而到现在。 你没发现这个游戏根本没有规则吗？裁判连作弊都视而不见，不是吗？那个老外只是说了被淘汰的条件，他没提到的应该都是被允许的。只要游戏结束的时候，我们每人身上不少于三颗星，并且手里没有剩余的卡片，我们一定能够安全下船的。 是什么颜色的？红色。有三个游客一起来到苏格兰，突然看见一只黑山羊。第一个人说：“原来苏格兰的山羊都是黑色。”第二个人说：“这只能证明苏格兰有黑山羊。”第三个人说：“你们说的都不准确，应该说此时此刻，从我们观察的角度看，这只山羊有一个侧面是黑色的。”一旦我们认定一件事情的时候。
情况不太对，你们赶紧去看看吧。
只是加灭了石头这两道火索，我应该饮下其他两种白的酵，可现在捡到却因为出现大量的病菌，居然变成了消耗最快的。只有一种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布德的火索也被人加灭了。 Sveja. Salve. Mi chiamo Luca. Come sono le cose che stanno in giro? Come sono le cose? Jack. Io non so. Le rendi in giro. I see that you borrow $500,000. Just off time passed. Such a big move. I think many people here must have kept an eye on you. You moved fast. Seeing that you stole your rocks, we quickly buy up papers. I can sell a start to you. If you play with me one game. Huh? $400,000. I know you spent 100,000 collecting cards. So, 这样吧，我们都去借点钱，你把多余的三颗星卖给我。 We're not here to sell stars, okay? Everybody knows the price will be much higher after the game is over. I was worried about. Maybe you don't dare to play with me. You just one star left. So, I sell you a star as a backup. 卖给我三颗星，我跟你比三局。 You say this. One card, just one game. Doesn't matter if you lose, you win. We are done. Finito. 好吧，比一局，比三颗星。 Questo cazzo di traduttore non funziona. Una partita. Non te le vendiamo, tre stelle. Non voglio vendere, sì. Il mio intento è che con i nostri 3 stelle e con i nostri 3 stelle ho finito. Questo cazzo è davvero male. Il tempo non è molto. Se dobbiamo fare 6 stelle, c'è altre scelte? Non capisco. Non capisco.
要不是你带着我，我估计早就被人骗进小黑屋了。我命就交给你了。Guys, don't waste time anymore, okay? Do what I say. One game, one star. Easy. 两颗，先上我这颗。三哥，跟他们谈吧。十四是我调招生。怎么样？Okay then, 3 stars, all your money. If you agree, we can play. Come on. If you lose, money is useless to you, right?之后比赛是不能终止的吧 ？I don't want to stop the game, okay? I just want to change this card. No. What's wrong, boss? I don't know. Doesn't feel right. 他的感觉不对。那就证明我的推理应该是对的。当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单独的卡片时，我突然明白一个事实，他们手里的卡片肯定是单数。如果是双数，他们在决定收手之时，完全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平局打掉所有的卡。但如果是单数，多余的这张卡，他们必须再找一个对手用掉它，才可以收手。May be true. Nothing to brag about. Unless you know what a card is. 我在大量搜集某一种牌型的时候，也非常的在意其他两种牌型的数量，因为我要保证他们是双数，以便最后通过平局打掉。两张剪刀，四张布，这样更好。但是对于囤积的牌来说，我即使凑成了双数也无济于事，因为我不知道未来要跟多少对手进行比赛，所以他还是很容易再变回单数。举个例子，假设你囤积了30张布，比了3局后变成了单数，所以你就需要找第4个对手来进行比赛，让他恢复到双数。当你进行了4局想收手时，如果有人找上门来想跟你比，你又胜算很大时，你就会进行第5局比赛，卡片数会重回单数。当然，你可以用手里其他的牌型通过星星内部转移把布变成双数，其他牌型变成单数。可是对于你而言，你宁可保持布是单数，特别是跟一个囤积了10套的人比赛，你肯定会拿出胜算最高的牌来比。因此，我判断你们这张多余的卡片就是你们囤积的牌型布，而我这一张是解冻。
calcify, it's your fault. You may be blamed. Just as fuckers. 把你们手上多余的卡片卖给我吧。 你其实可以找任何人去处理掉这张爱诗的卡片，但是你太骄傲，你想在我们面前炫耀，所以你才会输。 I don't care. I'm safe at least. You're not. 你真的这么觉得？你看看那边，他们把所有的卡片都卖给我了。 Figli di puttana, mi hanno tradito! Testa di cazzo! Tengo la sopra. Yeah, sure. Give me $100,000. I'll give you all my card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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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是你给我10万美金, 我收下你所有的卡片. You kidding me? You really think, without those two jerks, I cannot dispose of my cards? It's full of people here who want to buy. 51 completed the game. Allowed into the safe zone. 那我就告诉全场所有的人，你手上剩下的卡片是什么，谁买，谁成为活靶子。 好像是八张布，两张剪刀。 你同伴告诉我的，大家一块儿。我放苦了，fottiti capito fottiti。 囤积了石头，又囤积了布，大手笔啊！可惜，这也不是万全之策。前几届囤积卡片的都折了，我送你一颗星，让你那两个废物同伴去拿着卡片，靠这颗星你就可以安全下船。 给我5张卡片，3张石头，1张剪刀，1张布。我就知道你没变什么好皮。放心，这5张卡片是用在别人身上的，成交吧。我是绝对不会扔下我的同伴的。 就是自杀，蠢货！
一共69张，30张石头，34张布，5张剪刀。这场出了33个，还有38人，其中22人已经没有牌了，就等着最后来买星。现在有比赛能力的还有16人。除去我们手里的牌，实际上还是9张石头、9张剪刀、5张布，等布再减少2张，我们就行动。请调成我的频道。现在大家手里的卡片已经剩的不多了，也许那个站在桌子对面跟你比赛的人早就已经知道你手里的卡片是什么了，所以我提议把所有的卡片搜集在一起重新洗牌。我靠，那我得来的事不就破了吗？看来有些人觉得我危言耸听。那好，我就证明给你们看。那边戴帽子的57号，你手里还剩一张剪刀。长头发的7号，你手里剩的是一张石头。黄头发那位，你手里是布，没错吧？胡说，我手里根本不是剪刀。不要自欺欺人了，你们很多人是从别人手里买来的卡片，那些卖给你们卡片的人一转身就会把买来情报再卖给其他人，这里很多人都买了情报，你们其实已经成了别人的活靶子。怎么了？我参与，我也参与。我们三个人举手了，多少老杜啊，买笔我第二杯的外边参与，我不管，我参与，参与。你显示还有那么多牌呢，有人偷着囤积了卡片，心里有鬼，所以不敢参与洗牌。这样，洗完牌之后，我们只在参与洗牌的人之间进行比赛，可以避开风险。你们有多少卡片？少3张剪刀。喂，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不参与洗牌，你手里的牌就再也没有机会出手了。不等了。
大家快去比赛。就不要勉强了，我和你比。跟我比吧，你要是赢了我给你两颗星，要是输了你只需要给我一颗星，怎么样？你傻吗？他手里有69张卡，肯定能推测出什么牌是绝对不会输的。早就跟你说过，买断卡片没戏。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不会输？猜的。要不你怎么会用2颗星去拼1颗星？你确定吗？我确定。也就是说，你知道我手里有34张布，对吧？因为只有这样，我才会100%不会输。你想说什么？既然你确定布都在我手里，那你肯定知道，只要拿石头比，就一定会赢，对不对？刚才他就是拿一张石头赢了我的剪刀，这是巧合。这不是巧合。这个人，在刚开始比赛的时候，用魔术的手法出老千，赢了我2颗星，然后中途又拿星星跟我换卡片，因为他已经锁定了猎物，只要有相对应的卡片，就只会赢不会输。在被我拒绝以后，他又提议重新洗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在洗牌的过程中再次出老千，把所有的布发给了我，把唯一能赢的石头给了自己，把剪刀给了他的猎物，也就是手里只剩一张牌的人。你有点常识好。我是扣着牌发的，大家都看见了吧？就算我能保证发给自己的是石头，我也不可能知道谁的手里是剪刀啊。如果你在卡片上做了记号，剩3张剪刀。手里的卡片是剪刀吧？真该死！你这样有意思吗？现在等于打明牌了，谁都不会出手比了，那我就懵逼。现在只有我手里的卡片牌型是齐全的，我把这3种牌型打乱顺序，扣着放在桌面上，
你们可以任选一张进行比赛。放牌之后我不会再接触卡片。一旦比赛结果揭晓，你们可以把剩余的两张卡片翻过来进行确认，很公平。这个。You win. Saiga. Check. Yeah. They beat him.下一个 check 他来的，你们还想不想下船了？不用再开机了，不用再开机。你们到底谁没参与洗牌？比赛已经只剩下五分钟了，好戏就要上演了。五分钟，你还躲在这些人中间有什么用？快出来跟我比！那个人要是真的愿意出来，也是选择跟我盲比。毕竟还有赢的机会。我可以送你星，保证你能下船。出来跟我比吧！别喊了，根本就没有这个人。你还记得那个把卡片冲进厕所里的人吗？少三张剪刀。现在看起来，他冲掉的应该就是这三张剪刀。可惜啊，记牌器只是根据收到回收空间的卡片来计数的，你被骗了。而我在洗牌时就发现了这个漏洞，剪刀省不了这么多。其实盲比的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消耗掉除你以外其他人手里的卡片。现在我是唯一手里有卡片的人，你要是消耗了，就到六号台来找我，我等你。三个人下水，值了。你这么熟悉我们手上的卡片，为什么不仔细算一算呢？我们手里的卡片一共是69张，刚才盲比的时候，剪刀、石头、布各用掉1张，现在卡片的数量是66张，双数。如果你不跟我们比，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凭据把所有的卡片消耗掉。进小黑屋的只有你一个人，而我们还可以买星星自保。反而是你跟我们比了，我们才会真正的有麻烦。用一张布赢了你，卡片的数量就会变成65张。有一张多余的卡片，永远也没有机会再打出去。
我们三个人肯定有一个人要进小黑屋。兄弟，别担心，我替你们去。大侠米，你不是说最后还有一次被赎出来的机会吗？我们也只是听说，万一咱们这一路走来，哪一次的决定是有100%把握的？道歉，向你骗我的所有人，对不起，抽自己三个耳光。没时间了，这该死，快！太轻了，再来。不够重，再来。用点力，再来。Take it. Get in. Hey. 你还有出去的机会是吧？来这儿坐。这是 VIP 席位，一会儿方便被指认。小子，你刚才在外面有没有看见一个穿白西装的人？你是说29号？早就上二楼了。我说的没错吧，老头？你肯定被耍了。
怎么了？他跟我说，在这里面可以看见外面那几张桌子前参加比赛的人手里的牌。他让我进来给他发信号，等他赢够了星星再把我数出去。可是啊，他中间好像上了一回厕所，我就再也找不着他了。你帮他作弊？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跟我的搭档用这种方式玩了好几回游戏。那边那几个就是被我们送进来的。那个人也说，这种作弊是主办方允许的，所以我才答应他进来的。可惜你空着手进来的。你也空着手进来，估计你俩悬了。什么意思啊？你说是officially over. Next, you'll be given 10 minutes to buy and sell stars. For people who took a loan, you may take the extra stars to the loan room to offset part of your loan and interest, and the rest can be repaid after the voyage.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不参与买卖，用多余的星救我的朋友？ Anything goes.You can even take the stars home as a souvenir if you'd like. 看到了吗？这是我发小。 10 minutes. The countdown begins now.借的那50万美金是按分钟付利，现在滚成什么数字你有概念吗？天文数字。里外里多少钱你算过没？谁有能力还？谁有能力？你要是参与，我分你一份；你要是想救他，也得钱给你。自己想办法。大香米，快去把星星抢回来，那是我玩命弄来的。
我要卖星，谁买？想买人就往上。老三兵，老三兵，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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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兵。带点有价值的东西，要不然人家凭什么输你？就你们这智商，迟早死在别人手里。在动物的世界里，只有你，没有感情。穿你的医学实验舱，其实是在做基因实验。我们就在剧组将美术连起来，下流传不就会生不如死，人类才死，这就是人性。亲兄弟也靠不住。至少需要三个那样的纸袋，到八连的纸袋里最多只有一颗星的钱，可是别人却要花三倍的价格把它输出去。按照他的理论，这一点价值好像不太够吧，所以我笃定他身上肯定藏着更有价值的东西。我跟我的搭档用这种方式玩了好几回游戏，他们不是第一次上船，所以肯定想到了怎样把有价值的东西带上船，并且带进小黑屋。都记性不好的豹子不利于组织液的排出，新的肉芽生长受限，密封环境甚至会造成无氧区，有利于厌氧区的生长，甚至形成破伤风。没事吧？这是我朋友靠微笑时每天背的题，不，准确的说是我女朋友。看看东西，沙包呢？捡便宜的，这样就可以多维持情谊。还有，你一定要告诉他，
爸爸尽力了。打个电话就行啊，173-105-119-13，孩子，求你了，求求你啊！该打的仗，该打的仗，我已经打过，我已经打过了。该跑的路，该跑的路，我也跑到了尽头，我也跑到了尽头。老子信得到，老子信得到，老子自己来受。背叛，争抢，没有底线，想把老子变成一只动物 ？No， 没戏。老子宁可做一辈子披荆斩棘的小丑，也绝不会变成你们这群人渣的样子。游戏是你们的，但是规则。老子自己定。去他妈的动物世界！不信这一套。交情抵不过这几台钱，是吗？我说他。我觉得那些话你还是当面跟你儿子讲比较好。我八岁时父亲就不在了，所以我能理解你儿子现在的感受。他现在需要的不一定是进口药，但他一定需要你陪在他身边。小胡子，谢谢。
Interesting. Just like your father.
Thank you.